怎么说，强哥，想来吗？昨天我也说了一些，都是肺腑之言，但是我真的不想逼任何人做他不愿意做的选择，就是你愿意的话就可以来玩一些音乐上的可能性吧。然后我也很真诚的希望你能来，包括我觉得柚子也可以表达一下。其实真正开始了解你是在一公的时候吧，然后我们对眼咆哮。其实从结果看，好像我和小智赢了，但是其实我知道我们输了。你的表演有震撼到我，现在可不可以过来一起做一点好的音乐作品？去，可以的，是吧？强哥，强哥，感谢水果星球的厚爱，然后我拒绝，谢谢。哇，太刚了！